哎呦我操！啤酒送的是吧？一个啤酒就有吗？是一个啤酒就有这绿色这个吗？把我带的，操！这我怎么不知道？啤酒送的，哦。原来如此。大螃蟹，哇，这个大螃蟹有点厉害啊！还好我属性高，全吃。嗯，这边有个蜘蛛蟹，我可以一瞬间我就冲到第一了。你爸妈知道你在搞螃蟹吗？还有人取这种名字。我现在37了啊，现在37了。随便一顿乱杀，无论是 NPC 还是玩家，随便一顿乱杀，真牛逼啊！我现在真牛逼啊！我带了四个道具，果然屌。之前我都没怎么带这些道具，现在我知道了。这魔法棒。哎，这个小螃蟹装逼还旋风斩、啊、是不是还起这种名字，起这种名字找死啊，起这种名字过分了啊。再旋风斩，你再旋风斩。我现在目前24，差不多这个搞个几十分钟吧。哎，哇，这个小学生，我操，一个小螃蟹居然把我弄死了。这个小学生，我他妈我那么大。虎牙主播都是臭弟弟，哎，我要把这个臭弟弟弄死啊！这臭弟弟，嗯，臭弟弟看到我就跑呢，臭弟弟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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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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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反杀！蟹小板，好，拿一个龟壳，拿一个。黄鸟兄弟自己人，搞的就是自己人。哎呦我操，他还是传说的呢，他还是传说的，搞的就是自己人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他也生了好多宝宝。我操！我这多少小弟啊？这我多少小弟啊？简直起飞啊！还把我打翻了，这小螃蟹。好，现在有武器了，拿个武器吧。香蕉，来匕首。这个匕首可以捅15下。来，这有个人。算了，先吃这个吧，先吃一会儿吧，吃一会儿。嗯，
来嘛，来嘛！哎，韩国人，这个韩国人，哇，好大呀！这韩国人，哇，1600分，1600分可以，分数你妈那么高，真的无敌的存在，我现在最大尺寸，尺寸极大。哎，花螃蟹，哎，又来了，韩国人又来了。韩国人又把我小弟打死了，连续死两次，这韩国人连续把我搞死两次。来，这韩国人又来了，哇，这韩国人我的妈看起来好骚啊，好骚啊。我这边多少分哦，这边这个拿锤子的，这个拿锤子的，拿锤子，不要，拿锤子，不要啊！拿锤子，拿锤子，啊，锤子想锤我！哎，我操！哎，你个小逼！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？这还组队的吗？这不健身吗？啊？狗日的还组队，我操，二打一，这狗日的，我操，哎，完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复活不了了。